哎呀，感谢这两位老师精彩卖力的表演。这个学电台不好表演，整个节目呢展现的是学的功底。实际上要说学呀、我认为张云雷学的特别好。哎呦，您客气，没问题啊，没问题。今天借着开箱这机会，哎，学一个，哎，学一个，学那个，学那个啊，学那给大伙学一吴莫愁。有这么一首歌啊，叫做《美丽的笨女人》。哎，你学学，我用她的方法唱出来，别有一番滋味。哎，大伙儿听听。rap， 可能吃咸了。让整个世界因为在比在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 OK， 这一个美丽的笨女人，哇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用来欺骗自己，麻醉自己，这一个美的笨女人，哇哦。你上哪儿找这么一傻娘们来的？你多好啊！哦，知道吴莫愁吗？吴莫愁有这么一个节目，哎，叫《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呢，它能量很大。《中国好声音》，我记得有一个嘛，不四个导师，苍是吗？小泽玛利亚什么的，一听后边好，一拍这呀没这没这个是吧？我记得这个是吧？没有，哦，不是这个是吧？是这个，哎，反正你学的也特别的好。哎呦，接下来这个节目也是以学唱见长的。对，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这段相声《杂学唱》，有请郭德纲、于谦。谢谢，这俩主持人是，嘿，你瞧，又来献花的姑娘了。这你老花钱，这玩意不合适啊。那个俩主持人，一个是我徒弟，一个是我儿子啊。对，那黄毛的这跟思密达，这是我徒弟，张云雷啊。那个小胖子是我儿子郭麒麟。是，今天很开心。是吗？能够跟儿子在一个舞台上，这谁呀？这父子同台啊，把我给说进去了，您这意思不一样。哎，当然不一样，他是亲的啊，我是干的，是吗？这开箱嘛，热热闹闹的吧，是不是啊？是，大伙儿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喜欢咱们。对，你讨厌咱们，人家不上这儿来。对呀，当然了，也允许人讨厌。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艺术形式能被所有人都接受，这对，这是不可能的。嗯啊，有人说喜欢你，就允许说讨厌你啊，不喜欢，正常。咱们也有啊，咱们有吗？咱们也是，我喜欢这，我讨厌那，都有。你比如我就在这后台就好几个我讨厌的人。哦，就有不喜欢的。就是啊。啊，头一个我讨厌我儿子。啊，郭麒麟，我很讨厌他。怎么不喜欢他呢？这孩子太懂事了，又有礼貌，又仁义。你说看完了他再看别人家孩子都瞧不得。你说讨厌。啊，我还讨厌高峰。高老板，刚才大高个说相声的高峰，我讨厌他。为什么呢？哎呀，说相声认真。哦，他这个节目精雕细刻。是，你听完他再听别人听不得了。真的，我是真讨厌高峰。还谁呀、还讨厌岳云鹏。岳云鹏如何？岳云鹏现在太火了。是，一上场观众好雷鸣般的掌声，你这、你讨厌他。还有吗？还讨厌于谦。我怎么样？没有原因。哎，您就是这么愣讨厌是吗？我讨厌你，我就讨厌你这三大爱好。这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哦，哎，咱们说齐点好吗？啊，于老师三大爱好。嗯。经过春晚以后都知道了是吧？
其实小爱好可以怡情，嗯嗯，也不是不好，是吧？嗯，每个人这弄头发这个人习惯问题是啊。谦儿哥这个他吹起来显得头发蓬松也好看啊，就这样。我这个我留不了您这头发，不行吗？我其实我当年也留过长头发，是吗？我也染过色儿，我也烫过，那、哦、但后来觉得这样舒服啊。对，我这有名词叫这个四壁清野，定鼎中原，我这叫啊。嘿、哦、好。吉祥话还啊，挺好，一人一个风格。对，抽点烟，喝点酒，烫点头，爱好啊，也不惹祸，我觉得就不错。是啊，没事跟家看看电视。嗯，这人看电视就喜欢看我的节目啊。您的节目好啊。啊，你看郭德纲的节目他爱看，哥俩好吗？就是啊。啊，就江苏卫视郭德纲什么孟非一帮人弄那个啊，对，非常了得。对，谦儿哥最喜欢是那节目做。当然了，人有人说不喜欢，不喜欢也对。不喜欢还对，哎呀，人凭什么都得喜欢你啊？哦，对不对啊？嗯，你举个例子啊，有的人打开电视一看你郭德纲，嗯，讨厌他，恨他，不爱看，哟，允许，哦，他也不认识我，嗯，我也没得罪他，嗯，啊，他就恨我，为什么呢？嗯，也心理学上这叫刻板偏见，哦，有个名词，包括好多人看电影、看电视剧，嗯，这一出来演员，哎呀，真讨厌，你认识吗？你不认识，是允许骂街，哦，这行就是这样，既要卖脸朝外。是有喜欢你呢，就允许不喜欢你的。嗯，谦儿哥打开了，非常了得。哦，我爱看自己人，那就看呗。人家有那个哟，讨厌。嗯，非常了得，不看，换台。换也对。哦，当然也有那个很偏激的。怎么？一回家一看，他爸爸看电视呢。嗯，非常了得。是，当时就急了，我蹬死，呦呦嚯，咔，哎呦，啪，好嘛，打上了。他妈还得过来劝啊，别打了。哎哎，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哎呵。这楼子更大，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正常。嗯，许人夸就许人骂。对啊，一个艺人，大伙儿都夸你，嗯，那准是死了，哦，不行了。哎呀，大伙儿都骂你，离死也不远了。那倒是，一定是有夸有骂，嗯，才成世界，这就正常，是不是？嗯，从小学的就是这个。对，说相声四门功课，嗯，吃喝抽烫。哎，谁说？哪儿就加这么四门？给你设计的吗？没有，说学逗唱，脱鞋就唱啊！脱鞋还，其实这行说简单就简单，嗯，说不简单那是真难。那倒是，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干不了。嗯，同样的能力，您干个别的去吧。嗯，唱戏可能是艺术家。哦，啊，练武术您可能是武术家。是，做买卖您发大财。嗯，上非洲哪国家当个总统都富裕。有能耐，唯独说相声未必成功。哦，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真是，因为他更多强调的是天赋。哦，这个人可能是个废人，什么都干不了，嗯，但唯独他是个说相声的材料，天生干这个。我们这行评论演员没有说好与坏，没有。那怎么评论？就是会与不会。哦，他说这位，哎呀，干了50年了，嗯，啊，一等奖拿了8个，嚯，在单位里如何如何，嗯，我们可能说啊，这你不会。还说拿了奖跟会没有关系啊，不挨着。哎，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了。嗯，刚才讲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嗯，这个唱，嗯，指的是太平歌词。对，有人跟我抬杠。嗯，哎，唱京剧不是唱吗？京戏。唱评戏不是唱吗？嗯，唱歌唱大鼓不是唱吗？对呀，是唱。嗯，那属于说学逗唱里边的学。哦，这课，因为这些个都有专业的院团、专业的演员在演唱，嗯，你是在模仿。哦，但是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本门唱，其实很简单，嗯，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嗯，但唱好了不容易。哦，大段也有，小段也有，嗯啊，你比如这个，您唱一句啊，我学几句，你们听听太平歌词啊，听听太平歌词，嗯，人都说。吃喝嫖赌没有什么好，哪知道行行里边全都占了仙，好喝酒的刘伶成了仙体，好耍钱赵匡胤他做了江山，郑元和逛窑子登了龙虎榜，李荣杰玩画眉他做了二品官，人生有命真不假，还有那吃喝烫有个玉签，什么呀这狗奸则、哎、行了行了，还狗奸则呢，您这4万多句，哎好，都是我后头打这能骂到你们家门口，别去，没后面那没有太平歌词。嗯，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是，
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嗯，都算是学。哦，属于学。哎，离着我们最近的是曲艺。对了，各种的古曲，嗯，就现在好多年轻人听不进去啊，不爱听。列位，慢慢的听。哦，茶吃后来咽。嗯，说相声也不是每位来坐着都能听。对，那今天在座这些位，人家、嗯、咱们刚才说了，花了1000多块钱，嗯，人坐这儿听，嗯，这是代表着品位和素质。哦。你以为1280你白花了？嗯，对吗？人涨了一个档次，是。你知道不来的那个多大后果吗？是吗？省1000多。哎，这嗨，省钱呐！离着我们最近的是古曲，嗯，比如说京韵大鼓。哦，京韵最早叫金韵大鼓，天津的金。嗯，因为这个大鼓是从河北省河间沧州一带起源的。哦，先传到了天津。嗯，里边有天津字儿。再后来到了北京，才改了叫京韵大鼓。是，刘白骆少白这几派，几大流派。嗯，流派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没错，调门也高。嗯，嘴也干净，好听。那个老爷子站在那儿，精气神十足。嗯嗯嗯，调门在这儿呢。高大西厢一张嘴，嗯，二八月，嗯，闹猫呢这儿，不是二八月，二八的，哎，啊对，嗯，哎，我怎么唱上二八月了？您老奔那儿想，嗯嗯嗯嗯，我不站你跟前想不起来了。二八的，嗯，俏佳人来梳妆，翠呀。得了不了点的病啊，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要这位姑娘，你也呆呆，要得心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姓，嗯，言安安，手儿托着他的腮帮。好，嘴利索，脆上得了不了点儿的病啊！你看倍儿俏皮，俏皮吗？你大舌头唱不了这个，是吗？大舌头来这个，行吗？哎，八月，嚯、哦，还是二八月，那位俏佳人，爷蓝梳妆，嗯，吹莺莺得不点崩，什么玩意儿这是？来不了、嗯、啊！这是流派。流派京韵讲就是调门高。对了，但是也有例外，是吗？比如说天津有一位流派京韵的名家、嗯、侯月秋。哦，调门低。哦，低，按说啊都得在这儿。嗯，你想张嘴都是这个。对呀、啊、张昭献计呀，全在这儿。对对对，侯月秋老师嗓子没这么高。哦，调底唱。哦，从底下抄。哎呦，唱低的都不能再低了。哦，观众爱听也好，在天津那红的都不行了。它什么味道？那个一上来，嗯嗯嗯，谢谢。这还唱不唱了？这个很开心碰见观众们，哎呦，希望你们喜欢。哎，先唱唱吧，那就啊。当然，他比我这个还低一点，比还低一点。嗯，我学他最难学，因为我调门高，你知道吗？哦、他那调门低，但是有味道。听听。唐贞观燕安，哎呀，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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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就谢谢，听清楚了。我学不了，人家韵味太足了。哦啊，流派是过去有一张派，张小轩，对，人称五大鼓。哦啊，这位老先生有特点。五大鼓后来失传了。嗯，为什么呢？他唱金刀铁马的段子是，但是经常在台上一生气就把鼓哗全踹碎了啊，板扔地上，跺着脚骂街就走了。这是要退出啊？这啊，前面 啊观众们都害怕，也不是冲谁，你知道吗、哦、后来没有继承人，是张派没人学、啊、叫少白。嗯，北京的白凤鸣先生。对，哎，凡字音。嗯，也是金刀铁马的段子好。哦，老白派是白云鹏先生。对啊，唱这个《红楼梦》啊，嗯，唱这类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哦，啊，白派我比较熟悉一点。怎么？我媳妇儿原来唱白派啊？对，我这也算家传了吧？啊、嗯、啊，
这算家传呢啊！白派唱的没有这么调门高，讲究韵味儿、哦。您学小滋味儿，来，比如《连环计》上版。嗯嗯嗯。王允闻听如梦醒，暗想到大汉的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扶着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头前走，这个貂蝉跟在后边，来在亭前落下座，王允撩袍跪在了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了一跳，尊老爷快请起呀，见见我可不敢担，王司徒站起身呢去把话讲，阎王捉貂蝉把花眼，此一拜非呀、啊、拜得貂蝉，你拜得是大汉锦绣江山，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超出董卓吕奉先，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何朝文武官，我将你名许吕布为婚配，暗与董卓接风乱，他父子中了这个连环计，吕布刺董卓，这有何难？貂蝉闻听讲头点，老王允喜非凡，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王允瞧定连环计，到下回谢官小宴，吕布喜貂蝉。好，老白派的，老白派，嗯啊，当然现在很多的古曲都快听不见了，是吗？你比如说过去咱北京地区啊，嗯，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小凤调就是北京的铁片大鼓哦，哎，有这么一段就特别好听、嗯、啊，现在几乎就失传了，您学一学。春雨折春惊故天，遥想芒夏儿书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都把坟圆，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他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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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真不错。这段叫劝于谦啊，这没听说过，我知道这叫劝妓女，你看看这玩意儿，嗯，你劝他他就知道，哎，这叫铁片大鼓，嗯，小凤调是这种铁片大鼓，属于是北京地区的哦。铁片大鼓分好几个地方，是吗？你比如到唐山也有哦，唐山烙亭大鼓嘛，啊，那金文然金先生人家那个有浓郁的唐山味儿，他那什么味儿？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曲江啊香，上边倒有十八句，笔走龙蛇写得强，写的是风峦宝障景非常，俱是泥金巧样啊装，曲曲远山非翠色，翩翩无袖仰霞裳，梨花带雨真娇艳，芍药浓荫成眉妆，红娘看罢拼回手，敲了敲把子的横批挂在西厢。嘿，好，真有味儿。这是到了唐山的唱法，嗯，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是吗？天津最出名的艺人叫王佩臣，哎，铁片烙亭大鼓唱起来那个好玩啊，有名，有人管他叫醋溜大鼓，是酸酸的，是你听着很幽默，您再学学，虚字垫字也多，虚字。八月里的这个秋风啊，阵阵凉，一场有的薄露啊，严霜儿一场，燕儿飞这个南北，知道冷热，王二姐在家中盼想着父郎，想二哥我一天吃了
八斤饼，响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有点撑得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你搀着二妹妹干嘛？赶紧的上趟茅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王二姐思夫，对，你听里边虚字我的这个，他的那个，就这种垫字垫的特别多，哦，很俏皮，画左溜。这么大的艺术家，文革的时候挺不容易的，是吗？街上扫地去，哎呀，不让唱，干粗活啊。那天正扫着地呢，来一个红卫兵，哦，红卫兵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烫着花啊，我呀，怎么都这模样啊？啊，就形象一点吧。嗨、哎。王佩臣，哎呦，于老师，哎，还是我呀，别干，别扫地了，啊，把条数给我，哦，把条数抢过来了，哎呀，啊，给你这个，这是给你词儿，照着唱，嚯，唱完了跟着宣传去，哎，很开心呐，那是，哎呀，有这么一个活比扫地强啊，又让唱，是，我一定好好唱，嗯，一看这词儿啊，哦，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哎呦，毛主席诗词，拿你那个签儿往上套，哎，是是是，啊，套签，我也好好唱，来，中山这个风雨起苍黄，真好，百万那个雄师啊，怎么能够过大江？嗯，把笤帚还给我吧，哎呀，嗨。还接着扫去吧啊！这些个传统的曲艺形式，其实现在很少能听得到。是是啊，当然了，还有这些个唱的东西是台下用的。嗯，那比如说咱们现在逛庙会，哦，瞧见拉洋片的什么的，是是，那都是不能上舞台啊。哦，洋片都跟花园里边街上啊，嗯嗯，弄这么一个大箱子，对，旁边这一拉，嗯啊，唱唱，死不愣登唱，嗯，哎，这也是一种民间艺术。对，他也唱。他也唱京八张切八张、哦、各式各样的水箱子推片账画、哦、唱法不一样但是很俏皮他怎么唱北京的唱的俏皮来了哎再往里边再看哦你听着都一样啊是吗再往里边再看哦、您那细溜身、哦、北京城里边看看美人北京城美人真好看不高不矮是个匀溜的人大大的眼双眼皮儿粉白的小脸蛋儿没有麻子儿、他把门口这么一站圆睁杏眼儿看来往的人儿有胡子的他不爱看、他专看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儿、您要问这个姑娘是哪一位苍苍刺不隆咚苍哦她是于谦儿的小媳妇儿哦没听说过我媳妇儿啊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这调啊这后来就是这大伙把这故事搬到舞台上才有的、哎、没听说过、啊、唱小曲儿唱这个都是我们的功课嗯当然了最好是俩人一块儿唱哦啊两个人于老师有档期吗哎您要干嘛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吧是吧还有档期吗因为一般开箱封箱的时候嗯前面都得来点正经的节目我不太会唱啊别着急嗯这个由我带着你呢、哦、好吧咱俩人唱好好好我挑一个小曲儿什么十三道大辙哦这个曲子哎十三道辙说书唱起得有辙呀、是啊咱们有句俗话哟这人唱得好嗯啊这个唱得好这个脑子也好词儿也好是唱得合辙怀孕的 啊这怀孕的呀叫什么合辙押韵合辙押韵的对啊嗯这得有韵有辙是这个什么叫辙是分析起来一共就是十三道大辙两道小辙您说说啊巧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这么几个辙哎这么几个辙、嗯、您这跟着听您干这行这么些年了啊对我先唱哦哎我唱你就听我是哪个辙我给您归这到最后您缝一句好咱俩唱什么辙行咱俩唱江阳啊哦咱俩唱什么天仙呢、啊、哦咱俩唱回来呀、啊、好你缝这句缝完再扔给我嗯谁掉地谁丢人您再接着好吗没问题了好咱们来啊就这么一句、好比是两个人商量看戏好盯着啊好、您来吧头一出戏呀、唱的姜魁元呐、
昨天碰转世投胎就在济南呐、啊，专诸相有一位好汉秦叔宝，黄骠马快死焉，奸打三十六贪官，呀呀的啦没有，为朋友仗义疏财四海名传呐、啊，咱俩唱言钱呐、啊，于谦好抽烟呐、啊，嗨。二一出戏啊，唱的女儿交流啊，李三娘在磨坊啊，雨泪交流啊，柳迎春等她的丈夫一十八载，王三姐撇彩球，张眼休息白玉楼，呀呀的啦没有，秦雪梅吊孝万古川流啊，咱俩唱游秋啊，于谦好烫头啊，全有三一出戏啊，唱的蒋忠良啊，周文王渭水河边奔走慌忙啊，昆仑山走来了老道将吕望，奉师命下山岗斩将封神保朝纲，呀呀的啦没有，八百八年多么久长啊，咱俩唱江洋啊，喝酒好尿床啊，谁呀四一出戏啊，唱的闹无雷啊，燕孙膑架双拐无人敢陪啊，则王剑下高山啊，并吞六国呀，不枉我军武辉，孙膑今天魂魄飞了，呀呀的啦没有，到金丹多亏了那金眼猫碎呀，咱俩唱灰堆呀，你是老乌龟呀，是我武艺出新人，唱个二进宫啊，李彦飞独坐朝阳面带愁容啊，仇敌是我国没有这忠良将，徐延昭怒气生，黑虎同志举在空了，呀呀的啦没有啊，老杨婆包国苦尽忠啊，咱俩唱中东啊，我是你祖宗啊，六一出戏啊，唱的中秋节有于谦和刘备啊，搞过破鞋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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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词老词儿、啊，老词儿不对。刘玄德五十啊，卖、嗯、过草鞋呀、啊。这对、嗯。滨州头亲名叫刘知远，卖、嗯、雨伞的柴后主，卖酸梅的彭五爷，呀呀的啦没有啊，冲针上吊大名爵呀、啊。咱俩唱掖鞋呀。咱俩唱捏鞋，哎，行了啊，嗯、我是你爷爷呀，去那个。